看一看，也就还好。然后晚上在下面这个地方，这个走，那个上面应该就是了。Thank you.
是一个岩羊家庭，三只，一只小的，然后刚才他们在这边吃草。我感觉他们的声音是吹口哨，然后吹一声口哨，然后他们大概就警觉了，就会离我稍微远一点。好神奇啊！他爬山真的很快，攀岩他应该算是。现在是早上7:30，然后7:20左右的时候是日出，但是今天可以看到都是多云，可能晚一点还会下雨，就是下午或者是早上晚一点的时候，所以待会儿把这个迎撤了。我的早饭豆浆加上这个果泥，然后待会儿就会把迎撤了。今天算是比较轻松吧，因为我下午要赶2点快3点的车，所以其实2-3个小时应该就能到，所以我10点钟应该会出发吧，10点之前。下次见了。Thank you.